你们团队是打算焊死在第六了吗？六六大顺多吉利。公司呢，准备在成都开一分公司，过两年公司上市，财富彻底自由。好嘞好嘞，我去。跑哪儿了？咱俩我不说你就得寸进尺，你那都不是得寸进尺，你得寸进米进公里，我拦不住你，你就进光年了。你都大牌平替中的战斗机，这也太卡粉了，真是不做的。我做人也不行，我工作也不行，我把你的鱼给咬死了。对不起，走，我走，我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。举起酒杯啊！来来来，首先庆祝我们四大金刚又能聚首。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。我们是希望你正经的找个男朋友，谈个恋爱，正常的生活。我现在也不懂，你想做的事情是啥子？如果她是一个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女人，你愿意娶吗？她愿意，我就愿意。我什么都干不好，我就是个大混蛋，我就是个废物。我就是害怕那一天突然就来了。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了解你，人生其实是非常的短暂。